有机会上吧。对，但是穆岩没有旋风的情况下，其实防守会弱很多。哦，看一下这个 EV 胜率哦，很接近啊，都是70%多的选手，在百分之里面三其实可以忽略不计。哦，难道是现在哥布林？现在哥布林胖子，现在哥布林。大王这边应该不会有大皮卡吧？感觉很像是墓园啊，这一块我来看，很像了。墓碑有没有墓碑？变法师，带电法没有带冰法？喂，果然是墓园，对的。但是墓园这边难道没有墓碑吗？那四张牌已经全部过完了。哇，这波还好是过出王子了，王子赶紧解一下。是吧？虽然说亏了很多，但还是能接受。但你看力量哥他进攻非常凶，这波真的是亏了超级多啊。但是丹王还是从容的应对吧，虽然说亏了比较多，但主要还是刚才没有王子，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，是挺硬的。对，如果他刚才直接有王子去冲这个巨人的话，那就舒服很多了。是的，基本上胖子不会锤到塔。那这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胖子双王，他有没有带矿工和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带矿工的这种打法。但丹王这个卡组带电法师的墓园其实防守会弱很多，但主要是旋风被搬了，他不能使用冰法师了。然后不停的在卡费，他已经卡了两波费了，他好像犹豫了很久，但还是决定蹦出这一波。这波因为他蝙蝠拦截，你不交毒药的话五费被两费吃，然后丹王现在手里只有三费。而且这波是虽然打出很高的伤害，但看这波防守，这波防守有可能会直接破路，很难防御身上只有五费，只有一个王子的费用。那黑王配合后面的哥布林，王子锁到了黑王，那这个巨人不是要，对，应该是要破路了这波。对，直接破路。哦，黑王加上小哥布林是可以直接吃掉，白雪差一下没了，直接破路。但丹王还有机会吧？我们来分析一下，力量哥这一套的防守的排型吧，就是强度怎么样？这波拔毛还可以。对，这个双王嘛，这套牌其实是挺老的一套卡组了。对。但是打丹王这套墓园好像效果非常好，因为一个毒药就能毒一个电法加一个墓碑，胖子很难打，要打很高的输出了。胖子直接是给到了三圈。力量哥进攻节奏非常凶啊！丹王有一些些的喘不过气来，但这波交的费太多，然后这波肯定是要墓园，可以了吗？只靠这波墓园，这波很关键，对于丹王来讲，一定要投入更多的资源，应该有机会破路。看一下，毒液都要是力量哥，都要是力量哥的，所以说防的好像还可以。丹王呀，哇，那应该是没有太大机会，现在只有500血，过不了，过不出来这么多牌，怎么过？你看现在墓园，对，只要力量哥捏手毒药，然后你这墓园就没什么太好的办法。不能斩杀掉，力量哥还是挺强的感觉，就是在打得好，有点大的。力量哥的风格，他应该还会用刚才那套牌。对，力量哥真的是就搬到了丹王的命门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三枪真的是就是搞到丹王命门了。对，就感觉丹王这套牌防也防不住，然后进攻也打不进去的感觉。没错。啊，双方都不下牌，难道是换成了大费吗？要拖双倍吗？如果说丹王这边还是墓园的话，那肯定双倍的话会优势。对，要看这两个选手打双倍，我觉得还不如说是他们排序不好。对，这边力量哥是换牌了，我感觉力量哥镜像真的很有可能。以力量哥的性格，很有可能镜像。对，对他更加细心的一盘。对，排序都一样。丹王刚才是有一点点摇，小摇了一下头。应该是墓园那一站。哎，大王这边是一个胖，双方都换牌，不是哇，高手看到是墓园，但其实宝贝儿的宝贝儿，小闪电救了一下这个气球，感觉在换分，但是这波好像被大王给防住了。有没有像第一场24的那场比赛，两边都是互换，但是很明显这个气球没24那个给力。对，因为这边大王他是有一个蝙蝠啊，把气球打到了一个残血。对，猎人哥在交小电，然后这个气球就没办法完成破塔。但力量哥这边就亏了，亏挺多的。这个巨人肯定是就跟第一场不一样，这个巨人应该是吃百级夫智力9.0长大，所以说这波是一波锤棒，直接锤到2370了，这不开玩笑。300血，好，这要一波了，这波但我要三星，但力量哥防守肯定是很稳的，看一下这波防守做的怎么样。要给要按刚才高地上，但是有墓碑的情况下，这两张牌并不是很好，而且掏出一手地狱龙。Miner 有点难处理啊！这个兵人拉的位置非常的刁钻，
很细节，很有想法。And I say minor breaks. Yes. 下什么牌都防不住。买不？直接卖吧。对，还不如直接卖。然后太想赢了，就感觉真的就这种感觉，看到没有？打，你这打三星不太明智。你现在再打三星，更打不了。好好思考一下，琢磨一下现在啊。对，因为你看，因为是有一个地龙的。对。地龙非常难处理的。马路都送到我那走啊，管了。努贝拉扯。爱心努力。他是解锁了光了之后，他就没干没我，一般路没劈了，一个防守上面。这个巨人如果是能够跟上一个小法术的话，他就甚至能破塔了。我单位非常多，我砸一下场。来，就这样的，走上路，走走走走。三星还是要带来一个。摩天的没干。啊，单位这里的小法也想利用胖子这样的核心。然后啊，别难不？力量哥只能打三星，力量哥这波选择不防了，一波要三星。那这个墓碑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。对，丹王这波防守虽然说难度很大，但是还是有机会的，毕竟他是有墓碑的。怎么解？怎么解？墓碑拉扯，然后再团火下出来。因为这个拱塔会锁到矿锅，所以这个气球会啪飘进来了。瓦林 ，no！ 但是墓碑，我战斗，我没有，胖子还有墓碑吗？胖子半血，胖子半血没血了。哇，但是王子又挡住，下一个胖子又来了，节奏打得很快，而且这个胖子有点难防啊。Zip zip zip zip， 看一下力量哥这边墓碑过出来，哇，这边是哎缺了一手法术来解这个墓碑，不然这个胖子能打出很高的伤害。还有一拳，七星还不够，七星还有最后一波。难道今天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以这个热血开头，以热血收尾吗 ？Yes, Vietnam。今天这个节奏确实是。很燃啊！对，力量哥现在还是选择下地龙，然后这波气球又来了。那带呢？中手呢？我上稳，我手没接了，上稳。我要先解你的矿。对，这波丹王有机会，因为地龙会被挡到，而且这波双路其实都是有机会的。对，因为你如果交很多费用来防胖的话，哇，然后胖子再有，对，那就非常难防了。你小店解掉了，小矿就说 ，no way， 完了，这胖子直接破路了呀，真的防了，七百血，一个法术，七十血，一个图片，这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拿住，拿。下没有那个，我那个被拿扭了。算了，然后力量哥是为了限制他吧。那个红老老的，这个 ACM logo Vietnam 的，那我们摸不能 Vietnam 的 Vietnam 的。算是一个彩蛋吧。这个我们马斯，好像他换回了那个。Ben Lee， 不够，还有 Background， 防。Background。哇，双方果然就又是都换了套牌啊。有但力量哥这边可能是一个皮卡三，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有可能是个皮卡锤子。管你么？特么特，贝德拉管有管了。嗯，越南人有管了。还是木岩，但是一看掏出锤子，越南人也皮卡，双方两个都是皮卡，都是皮卡。你们那头的全三，剩下了没有？下面来帮你们拦的。没个的，你们除了贝德拉，不敢不拦。皮卡了，我今天是有机会下皮卡，但是直接拿刀不能锤。不好意思，你说。力量哥是赚到很多血量了，对，但力量哥这边手里只有一费，所以看一下丹王这波怎么运作吧，因为对，因为这个残血皮卡你是一定要跟单位的，对，这个血量是完全有价值跟的，卖的话不可能，啊，这波肯定不能卖，这波如果卖掉的话，很难有机会了，看一下这波防守做的怎么样，哦，这个手血不能，我这边挺聪明的，摸一刀，哇，就被龙之血撞到。力量哥这边下幽灵来防，啊，力量哥头有点大呀，这波，啊，这波其实还虽然说亏了。亏了血量啊，越南还是不错了。你说大王卖不卖这个 ？Where do you live, Vietnam？ 对，是说如果直接卖的话，肯定不能接受的啊。哇 ，No， I don't have money。很凶，是，但是就导致 I don't have money。你这边又亏了两个单位。嗯，那这两个也不能卖。对，我，然后现在节奏，大王节奏比较好了。但现在就感觉两边要开始进入那种循环模式了。对，这边大王直接卖掉，然后马上双倍了嘛。嗯，双倍的锤子其实牛板很难去打出输出的。是，其实两边是一个镜像啊，一模一样的法术都一样。主要就靠现在主要就是靠工程锤，然后配合法术。是，你看八百血，我消耗两波我就能赢。而这波直接换路。直接换路，但这个后面后排要跟上，直接一个毒药，
来奔。那我感觉这波并不是特别好啊，这波毒药跟的。如果能吃掉幽灵的话，这个换次索塔还可以。对，那左边力量哥要跟锤子了，这波防守压力有点大，因为右边的皮卡血量很健康。皮卡先拿什么解释个关键？电法还是只剩他一个？皮卡七倍，不想拿皮卡，但是左路费用很紧张，防不住了。完了，十秒钟最后一波毒啊，那这时间不太够了。力量哥十秒钟啊，这波换路单王有戏，我打进去十秒钟不中，谁能够撞到？哎、哇，力量哥这一个小电打断之后，那就没什么机会了。